下车吧。荒本，有可能。你才是真正的大人物，Jack。下车吧。又完成了。这杆枪是 Jack 送给我们的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是这样一把突击步枪吧？怎么这枪长得都好像啊？我认不出哪把是他的。防御者，对，完了，这枪太多了，我不知道哪杆是 Jack 送给我的，我感觉很像这样的。这里跑不快，让我进去。他等着呢。马仔。WNS54台，连地下网络都是，到处都在说你们。杰克小子呢？他还在车里，对，他在。他死了。荒坂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荒坂三郎谋杀案。节哀顺变，朋友。这家日本商业的芯片呢？是在参加一场家族内没拿到。被不明身份歹徒刺杀于公司前没拿到。干壁大厦里。感谢会放手。好消息。好消息。荒坂三郎死了。你知道你们给我惹了多大的事儿吗？你们杀的可是他妈的皇帝，是他妈神！不管是谁，只要跟这事儿扯上一丁点关系，都他妈要死！这里先中英结合一样 ，Breaking News， 荒坂三的女爱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必须离开夜之城 ，Dex。我们？你的买卖，你想办法。好吧，先冷静。刚这好像是穿模了。这事得讲点战略。看，新地方，新身份，但首先，你的脸都花了，全是血。洗手间在那边，你先去洗洗吧。铁拳，是这个吗？不会就是这个吧？前往洗手间。啊，这个才是。我觉得这个中间商他们肯定没有安好心啊！哇，洗脸还是洗脸，还可以砸烂镜子。试一下。镜子没有烂耶。这是砸完了，哦，这现在出现这个裂痕了。走，好吧，那我就知道，肯定没有安好心。别怪我 V， 还记得第一次聊天吗？啊，我 fuck you！ 我他妈杀了你！还是当个无名小卒吧，名扬天下就算了。哦吼！致命系统错误，垂危，赛博朋克。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峰回路转啊，很期待。还没出现充值窗口，
还有啊，我心如火。嘿，约吗？嘿，啊，恋人，我好得很。我要去拯救薇了，是不是？嘿嘿，你冷静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哇，这是基努·里维斯的耶，就是他的人像。哇，有点东西。听完，我要向你们大家告别。怎么台下这个欢呼声还没有改变？别像狗一样跟着我了，这人叫做骨肉皮，浪费生命。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？小尼，等等，收手吧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你希望我半途而废吗？这不是我，是你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他妈一直就是个怂逼 ，Carry。看在交情的份上。走之前我给你个建议。哇，这烟头硬一回吧。我要去开启新时代了。不是超梦啊，扮演另外一个人物啊。就爱瞧你这疯婆子样，看得我下面都硬了。上来举手。哎，先现在可以起飞了，给把它带上，不准给我摘下来，明白吗？这是回到2023年了吗？是 Johnny 的意思，用微缆转移荒板的视线，这才能接近荒板塔。应该也是智障寿命不会活得特别长。他们这不是请客吃饭，汤姆森，不乐意你也得忍着。雾霾很大呀。我不能用一下这个吗？右边看不到啊，都是黑的。可以爽一下了。让我来爽一下可不可以？啊，他没了，到我了。哎，就该这样。来，雨露均沾，请打法。我们直升机有血量吗？这好爽。没了呀，准备跳了呀。找到四个接入点，正在接入。Johnny， 计划你别忘了。把炸弹运上电梯，启动，其余交给重力自由发挥。然后爆炸，移动天摇，塔塌下来，一片混乱，到处尖叫。不就嗝屁了？我们可没多少撤离时间。不要吧。接进去了。
草还绿吗？小鸟还飞吗？猫吃老鼠，鼠吃虫子。这里可不是你家游乐场，墨尔菲，赶紧发送疏散公告，在所有频段内轮番播放，然后我们好走人。这要把这栋大楼给炸了，是不是？你不是真想我认真回答你吗？我去叫你，你这玩的有点太大了吧？吃错药了吗？太阳，给敌方交火，做好准备。这，哇，2187的输出。现在真生气了。那就一枪一个呀。我3300，五班啊。不好意思，浪费了2发子弹。手雷，快撤！看属性，这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这里看不到的。我试着摁背包，摁面板栏，看不出来。这应该也不需要搜索。现在是在电梯里部署。嗯，电梯哦，是这个。50-2，这是。消防队，我们得赶紧撤了。大爆炸好了，随时可以引爆。省风版精英部队，快跑！打断钢缆！启动直升机引擎，我们这就过来。好了，还有件事要做。还没完呢，还要把这个塞进他们的子网。我就他妈知道，什么他妈的公司殖民主义，狗屁！核弹的话还不快点跑，你根本不会懂的 Rogue。 对，拿枪这个好帅。直升机一秒都不多等。门锁已破解，黄板的狗杂碎们要来了。白色的蜘蛛，全世界都爱我。就这呗，然后无限弹药。我操，我操，哇，这好爽，哇，这好爽！我是枪法进步的，那叫一个快。这里还有两个石狮子，噔噔噔噔噔噔。这前传不清楚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呵，你的头还瞄不准了，我们一枪爆两个人。哎呀。这些都太太了吧？刚才这人头被打掉了，有没有发现？正在靠近接入点，接进去。哦，有时间限制的，4分钟。好的。勇于尝试是好事儿，不过你到底会不会切换子网协议啊？找个懂行的来弄吧。陈幽默，你到底帮不帮忙？让你看看什么叫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谢了 Murph。 现在为了保险起见，赛博苍天啊，咱们上电视了。现在快看，让我们将镜头转向荒坂场。IPv6 开心。荒坂公司正在进行疏散，该恐怖组织在声明中宣称，此次袭击就是要推翻公司殖民主义对世界的彻底统治。对此，叶之城市长 Amboni Apodike 作出回应，将动用全部的司法力量应对任何恐怖主义行径。现在请看本台记者从荒这节目还做得有模有样的，希望随着事态的发展，它能给我们带来更全面的了解。都搞定了，现在离开这里吧。谁？他们上来了，快去屋顶，快！咚咚咚咚咚咚，去屋顶。哦，啊，他们有发现我吗？那是 Adam 重锤。
打他头啊，打他甲干嘛？门锁上了。哦，2023年。快跑，张妮，有多快跑多快。What happened？ 哎，加我一个。好，来了。好，抓个枪。重锤。跟你说了，小佳妮，你早晚会死在我手上。哇，这手就没了。Johnny, are you alright? はい、まだ生きていま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变成程序了，有点东西啊。基努里维斯为这部游戏注入了灵魂。成为了游戏的后台。哇，我们在舒服，再来一次。你的同伙他们都有谁？还有你是怎么弄到核原料的？成了生物芯片里面了。好歹也让那位唱白脸的说句话。你说是不是？哇哦， come on， 快说，快说，你是哪个恐怖组织的？我是荒蛮恐怖组织的。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弄到核原料的？嘿，老爷子，我认识你啊！这不是荒坂三郎吧？我是谁？我真的是。就是只好那修士。他一直活到了2077年。哇，你看外窗外那个核爆，那核爆感觉有点真实呀。钱赚，好的好的，感谢茶。真牛逼，烧成灰吧。我丈夫就死在塔里。短世上有比死亡更悲惨的命运。我也不想他死。なぜこのようなこと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结束你带来的疯狂。人は嘘をつき自分自身を欺く。だが死は違う。只能看到他戴着眼镜，稍微有点反光，非常的黑暗。死は雄弁だが彼らは決して嘘をつかない。死者の言葉にはつつましさがある。始めろ。灵魂杀手已就绪，正在启动印记转移。哇哇，这里是我在控制着的耶。哇，这个世界有点奇妙的呀。哇塞，中间这个区域可以跳过去，不行，跳不过去，只能这样走。这是来到灵魂深处了是不是？但是他说有个陌生人，我们接近一下。来救你是吧？然后再去找一下其他的人，绕场一周。这个里面好大，这个还可以走吗？不会这里面还可以走吧？别出去，待会迷路了。没有点提示吗？ Black Dream 啊，在这儿。刚才这个人就在这儿啊，还有人吗？没有上去的地方了呀。这个背后的这声音有点恐怖。哇，拍陌生人。OK，
给我让开。还有你，你是谁？哇，2077年了，焦点就被挖了出来了，从垃圾里哦要爬出去，不好意思 ，WS。因为我是在一堆垃圾堆里面，那我是 V 啊，你听着这个喘息声，我一直在往前爬。因为都是黑的呀，我在垃圾堆的深处，所以看不到东西，但我仍然再往前爬。我这个游戏设定有点可以的呀，很大胆。我没力气了 ，Task it， 爬出去了吗？强尼附身了。强尼附身 V 了吗？强尼的程序附身了 V， 也就是说，哎，他还挺沉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师傅芯片应该是。我说兄弟，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。我看一下，咱们两个现在能不能？啊，那个中间商把他的手下给枪杀了。で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。はい。这后面很。時間後に着くか。救我！安静。这后面肯定很开心，找到了一个替罪羊。此时已经无法用画面来表述了，应该传达就是这意思。有画面呀，听见没？快帮忙！重启下游戏吧。哦，没有画面。好的，我重新启动一下游戏啊。这应该有画面的。等等，我们试一下。稍等一下，就只有那个红色的边框，中间一直是黑的。我们试一下，等一下，启动失败了，取消一下。那是剧情，等等看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对吧？开始游戏。小岛秀夫是谁？不知道。小丽，
来，我们继续。今晚的嘉宾是 NCPD 发言人 Sarah Kronsky 京都。喂，这就是那个垃圾场是不是？开始了。你好 ，Ziggy。听见没？快帮忙！好了，有画面了。看到这个指甲的颜色，我就知道我肯定是 V。哎，小哥，可以啊。怎么打你不痛呀？哎，为什么打他不痛？哦，因为打他的车好像，打他人不会掉血。好吧，我又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。这些机械手是被巨型杀掉的，哇，直接倒着开。哇！好，把他车干爆了。又来一个，开枪呀，大哥！开不动。我子弹不多了。哇！大哥，你玩具枪，但我子弹不多了呀！他不是被我杀掉的。这别被撞死了。这个翻译真的带点日文的意思呀。我在干壁大厦见过你。我们得找个一体医生，要尽快。维克特能治好我们？也许是荒村他家的叫人帮忙。老陈是不是有这可能？没有。您好，我的扫描显示您已经离开我的服务区域。赶紧来接我一下。反正明天才玩，我要去四五零区。Misty 的通灵馆在老维的前。没问题，去接您的车辆已经出发，20分钟内到达。你干什么？喂，个人连接已经损坏，请在耳后找到接入点并插入。切记不要太深，他的淋巴之间应该有辅助插槽。游戏300不到吧？就在 SCM 肌肉下。278。万一我戳破了血管，他就完了。您什么都不做，他一样会死。我们已经在那个车上了。马上为您进行连接。把他抬到里面去。我快没力气了。我有那么重吗？我要休息一下。这是你的血 ，Misty。血压稳不住了。
这是神经性休克，他快不行了。没别的办法了，看来只能从陈谷那里穿过去。陈谷是什么鬼？这样风险我知道。哎，又回到一开始那个一体医生那里了。对，现在已经是2077了。这游戏直接买的话是298，我是在淘宝买的，便宜了20块钱。他怎么样？我这胳膊恢复的比你快，真快，看着好多了。有刺眼的光，周围乱哄哄的，我站在舞台上几乎无法呼吸，心里堵满了憎恨，然后我抓起麦克风一顿嚎叫，想发泄出来，但一点用都没有。后来你别笑了，我居然搞了个炸弹去炸荒坂塔。这是我做的梦是吗？没什么好笑的。他们杀了我，我从没这么害怕过。所以刚才就是梦见了自己变成了 Johnny。简直就不像个梦。你那不是梦，是记忆。你看，这个芯片上有某个人的人格意识体，而你梦到的是他的过去。你说我经历了其他人的记忆，这怎么可能？而且我觉得你有跟他解释的一个地方就是，我完全看不懂。荒坂三郎他为什么那个时候？我和谁？和这个2077年一样老。你说清楚点儿。对，这种地方没跳过的。他是个恐怖分子，以前特别出名。不过算了，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。我头一次见你慌成这样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见他好像也就是第一次，还头一次见。没多少时间了，这也是见的第二年吧。这芯片就好比是个炸弹，现在引线已经着了，你没多少时间了，最多也就是几周。银手的意识体正在覆盖你的意识，它会逐渐占据你的身体，等到某一天你就会消失。V， 你明白吧？你能治好我的对吧，老维？ V， 这是新游戏，我一定尽力。但我们也就玩一玩。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估计比《银翼杀手》好看。你是最好的一体医生，怎么就不能帮帮我呢？他肯定没有电影那么精致呀。哎，你要我怎么说呢？我要死了，而且死定了。这是你说的没错吧？说理由。Dex 向你开过一枪，子弹打坏了你的插槽和大脑。G
结果芯片却活了，造成你的短路，然后所有数据都上传到了你的大脑。说白了，你的大脑相当于一个空瓶，芯片把自己携带的意识灌了进去。空瓶？我还可我人在这儿啊，意识、身体都存在啊。这个芯片无法读取，只能写入。你感到头疼是吧？那是因为芯片在重写你的神经通路，构建新的神经结构，覆盖掉原先的你。有点意思啊。从芯片那里开始，一直蔓延到你全身，就像肿瘤一样，必须要切除。那就不能直接把芯片拔出来吗？或者关掉？绝对不是腹肌，是毒蛇，你马上就会死的。这个怎么办？帮帮我，老魏，你救过我那么多次，要连你都没办法，那我算了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求你了，告诉我，老魏。孩子，我也不知道。Misty。Victor 岁数大了，别太为难他。这大脑里有一个芯片。我先送你回家吧。小姐姐在暗示她要对我网开一面。夺舍就是彻底抢占你的身体。好的。然后他就死了。我以为会和他一起死，在睡梦里。睡梦是死亡的小暗示，它不可避免。或许我现在还是在梦里。我其实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不要总去想他 ，V， 让他过去吧。来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药。欧米伽阻断剂，记得按时吃，他们能拖延病情，让他不至于恶化太快，而且还能让你的那位客人平静下来。委内三情是我配的，效果正相反，可以加剧病情，也就是说。会释放恶魔。有毒吧？吃这药刺激我脑袋里那混蛋，你是想让我死得更快吗？听我说，现在你觉得还好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你会变得痛苦难耐。亲爱的，这只是给你一种选择。如果大脑觉得痛苦，那吃点止疼药不就行了？你的精神将会死亡 ，V， 你会感觉从前的自己在不断流逝，等到某个节点，连自己也认不出来了，这很吓人，很痛苦，但你不用承受这一切。那这药有个屁用？我直接照脑袋给自己来一枪不就完了？那死的就是两个灵魂，你想要这样吗？我还是躺会儿吧。那我还有个东西给你，是老维从你头骨里拿出来的，也许能带来好运。是这个的东西吗？现在躺下睡一觉好吗？关于 Jack Misty 等等，关于 Jackie， 你说 Jack 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想他。他还在的话，肯定会让你赶紧睡觉，醒了之后该干嘛干嘛。但现在你得休息，睡吧，好好睡一觉。那个子弹
是不是打穿 Jack 的子弹，然后被他变成了一个这个项链？我要出去，听懂了吗？谁敢碍事，我就弄死他，包括你也一样。有意思，但是这个芯片是怎么插到我脑子里的？倒不是消失啊。我得抽一根，你烟都藏哪儿了？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们怎么还能对话？我他妈哪知道，我抢了那个芯片。你他妈不就是个被老子操的玩意儿吗？快你妈滚出去！实话真够文明的。来，继续交谈呀。现在要离开公寓了是不是？靠！谁派你来的？给老子说！操！都是文明人。我来控制这个身体，我会有办法的。你听到没有？我记得当时是芯片抢到了，插到了 Jack 的脑袋里面。Jack 死之前给了我一把枪，但是这个芯片并没有插到我脑子里吧？我这就让你滚蛋，垃圾！吃这个阻断剂是吧？想都别想。然后吃了一堆扯的是吧？哎，但他们好像说那个芯片不能暴露在外面，芯片暴露在外面的话，它就会不断被损坏，所以就只能插到脑子里。所以给我的时候应该也插到了我的脑子里。这样解释就解释得清楚了。毫无办法，你听见没有？要是能，我早他妈吐了。这只是复制的印记。我还在别的地方活着，一定是这样。哦，要爬行。我他妈要杀了你！要动手啊！你还等什么？有一个这样的女朋友的话，感觉会很带劲儿。就现实生活中，张口就来。这里不能调整视角。第二幕，好的好的，我们终于过了第一幕。稍等一下。